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马六甲的朋友，你们有口福啦！在建这一带又开了一间巨大的美食中心。
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这个鸡饭下面还有豆芽。今天的美食 vlog 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课影片再见，拜拜。